运动会前，华山基金会的志工先带着阿公阿嬷来热热身，活动筋骨。好在接下来的各项运动赛事中，为团队争取最高佳绩。哨音响起，阿公阿嬷迫不及待地把龙舟往下传，要比比看哪队的速度最快。我们是结合端午的那种节庆的气氛啊，然后就是传龙舟，那希望就是那每艘龙舟它上面都有代表的意义，像平安、幸福、快乐、健康。那希望就是我们这个龙舟可以传得很顺利，那长辈也可以就是平安、幸福、健康、快乐这样。比较轻快、比较快乐的那个活动。端午节将至，为让节日更有意义，华山基金会就为潭子区120位独居长辈安排场老人运动会，内容包含了龙舟接力、踢踢乐和吊吊乐等关卡，除了好玩逗趣外，也顺便让老人走出家门，联络情谊。创世基金会哦，来举办这些阿公阿嬷的活动哦，然后阿公阿嬷哦，说出来安尼活动一下哦，算对这阿公阿嬷算袂歹啦吼。最近足不如意啊，大家足加安慰，谢谢感恩。每年都会为这些独居长辈准备端午的关怀礼，那关怀礼呢，里面包含就是两颗粽子，然后两包的那个麦片，还有饼干、小点心这样。那希望就是让长辈在端午节可以过个那个温馨的端午。基金会表示，透过这次活动，也是希望募集端午关怀礼，目标预计1800份，希望更多民众共襄盛举，让这些独居长辈感受到爱与温暖。记者李简忠采报。